到了。我说你这段时间你都不来看我，你咋回事呀，雪冬王子哥哥？是不是移情别恋了？求求你了，给我今儿放个假，要睡觉了。我老感觉经常来看我直播的人就好像在沼泽魔兽一样。把这些逗逼先咋地啊，我折磨你们啦。受不了我诱惑吗？啊！男一们说的对，欢迎嫩哥哥。K 仔，我都不想说你，你说这两天咱们处的都蛮好的，然后你都好吧，我感觉你还是有点蛮抠门的，我都不知道你之前的二十多集都是咋刷上去的。新男一门，你看没？人家男一门刷十个宝宝更新，都是直接上宝宝更新的，而不是直接微信开口的。你看我们男一门一上来就知道了，都是上宝宝上宝宝更新的。算是我的忠实粉丝了，是不是男一们？男一们说了，现在每天不看我直播都睡不着了。他现在不看我直播，他都感觉每天好像缺点什么，就好像睡前缺少做爱一样的。照片，多哥，你说的是正常照片还是性感照片？
发现我每次一诱惑，我诱惑的，我又要过来看你们说什么。